阿妈出走，童年悲惨，三宝唔该艺名等相应。一屋老友记收视好，默默温馨，场场搞笑，真系睇到观众们好开心啊！但系唔讲，大家唔知道，剧中饰演三宝嘅张永康，原来有个不愉快嘅童年。日前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坦言，在他四岁的时候亲生母亲离家出走，到他十岁的时候爸爸更加回内地再婚。张永康透露，遭父母离弃之后就由祖母照顾，人亦都变得沉默寡言。而苦等母亲回来跟自己相认的张永康就拒绝改艺名，坚持用真名了。另外在2013年拍《师傅明白了》的时候，跟罗兰姐演母子相应一场，就触动了伤口，当场失控嚎哭。虽然有个悲惨的童年，幸好遇上老婆文雅子，共同建立一个温暖的家，让她走出阴霾。